Hello， 小朋友们，今天我们来玩爱探险的朵拉的新玩具。我们有爱探险的朵拉，还有最疼朵拉的朵拉妈妈。朵拉，该起床啦，要去上学了，不要迟到了哦。朵拉来到学校了，赶紧进校门。朵拉先来到了黑板这边画画。你们看，朵拉画了自己的素描画呢，好厉害呀！朵拉还要过来这边给小猴子画一幅画。你们看，给小猴子的画也画好了。朵拉，现在就坐在这儿听妈妈给你讲课吧。好了，我们今天要继续来学习画画的技巧，要认真听哦。你们看，朵拉听得好认真，好入神啊。朵拉还要过来这升校旗。校旗升好啦，朵拉要过去舞蹈室练习芭蕾舞了。小猪佩奇要来给朵拉伴奏。好啦，练习完了，也辛苦我们的小猪佩奇啦。朵拉要过来操场这野营了，小猪佩奇也过来了。赶紧给他们生堆火吧，今天这天气实在是太冷了，快靠过来暖和一下。朵拉今天转了一整天了，赶紧躺进浴缸里洗个舒服的泡泡澡吧。嗯，洗完了，出来吧，朵拉。过来这边照照镜子。哇，洗完澡的朵拉更好看了呢。再过来天台这看看星星吧。哇，星星真的好多，好漂亮呢。该回去睡觉咯，就躺在这张大床上睡觉吧，朵拉。要好好睡觉哦，做个好梦，我们明天再一起玩。